陈少，真有你的。此二人冒犯药王原主，竟然没被斩杀在里面。你们两个居然活着出来了，看来老天是想让你们死在老夫手中啊。大灭生死权印。是谁给你的胆子在我药王园撒野？请原主大人饶命。大师，你要如何处置此人？大师，杀了便是。是。不！大师，大师，请收下这块令牌。若有用得上老身的地方，还请随时吩咐。原主大人有心了。小青，护送大师他们回去。记住，大师是我药王园的客人，敢得罪大师，就是和我药王园过不去。世人只以为醒神花会令人精神错乱，却不知这是因为精神力强度不够所致。这株500年的醒神花正符合我的要求。万神诀，炼化。这便是七阶瓶颈吗？秦氏，定要借此突破。神诀，极点重生，给我破！我的精神力总算突破七阶了，修为也突破到了六阶后期。七阶之前，精神力是气化的虚无状态，一旦进入七阶，便会直接浓缩为液体。看来可以修炼破境之眼了。万神诀第三重，破禁之眼，是将血脉、精神力、真力三者合三为一，开出眉心天眼，产生瞳光。破禁之眼。